顾内人。顾内人之前大概没见过小人，小人长安也是报本宫的内臣。小人带来了一点吃食。殿下，不是不许。你是？牛乳性贫，能安脾胃，止噎膈。顾内人有痼疾，先吃两口吧。叫小人送来东西的那位嘱咐顾内人，请贵上放心，那一位对我有恩，也是他亲近的人，我是不会牵扯到他的。那一位是谁？小人主上不知道。他要说的也不是这个。他要说，告诉顾内人，不要忘记那句话。姐姐若是在宫中遇到麻烦，都可以来找我。顾内人想离开，小人主上可以帮忙离开。我要是离开了，毒害太子妃的罪名就永远是我担着了。总有一天也会连累到贵上的。不要陷得太深，他要你记着，不得已时就告诉殿下。你还真是手眼通天啊。反正已经送来了，我也看见了，吃吧。现在很害怕吧？这东西正好可以安神解毒，以前我也喜欢吃。这不是给你的，是酒。亏一篑，我的夫人，我的孩子，都被我拖累了，到最后还是功亏一篑。
时候，明明知道你在撒谎，那小人更加不能承认了。殿下心安了，就会放过真正的元凶。你这次的谎言比之前更高明。殿下，该上路了。我要去行宫述职了，其实是被召去问罪。这一下可能要耽搁几天。等我回来，已经见不到你了吧？殿下，该上路了。我要去行宫述职了，其实是被召去问罪。这一下可能要耽搁几天。等我回来，已经见不到你了吧？不管你是不是，我都要给所有人一个交代。抱歉，我是郡王。不得已时，就告诉殿下，你是谁吧。你是郡王，可我是……殿下，一定要带去吗？里头的罪人，明日午时出斩，就此拘留吧。我是谁？